看我的 Metal Charge。你要拿一个盾牌，拿一个枪，这样子 Metal Charge 吗？那你打。会，我，哦，轻一点哦，怕会坏掉哎。好。切。可我也有一个盾牌。在这里。那是书包的哎。这是盾牌啊。哦，你拿我的书包。这个是我的盾牌。那是书包耶。这是我的美国队长盾牌。不是，是书包的。书包盾牌啊。你看那边这么有洞。然后再，哎呦，这个拿，帮拿，先拿去妈妈那里。这个又不是我的。请帮我拿一下。为什么？因为爸爸要把它开成一个宇宙，你帮我拿过去，我要开宇宙哦，我要把这里开成一个宇宙。哇，你是钢铁神兵吗？宇宙战队吗？对呀，宇宙战队是只是这样子，宇宙攻击的吗？变成这个超级宇宙。哎，妈妈看不到，不能切水果。那切水果，妈妈在切水果。你先去打开，等一下妈妈切好再来用。不能关。哇，那你先变身成为钢门人吗？你先变身成为蓝色钢铁人吗？不要这样子。为什么钢铁他会拿盾牌？对呀，啊，什么武器都可以拿，干嘛那么拘束？就像黄瑞哥为什么要穿内裤啊？你不是有穿？啊？为什么我穿你就要学我穿？啊？你是你学我穿。我已经穿40年了，你才穿几年？十几年。那为什么吴欣怡也要穿内裤？他穿不到十年。他穿这个是钢铁人的铁甲。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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